间呢，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饱满的泡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六倍绵密的微米级云朵泡泡，可以充分渗透进我们的头皮，充分与头皮接触，温和洗净头皮间隙与毛囊，云感洗护。那配方呢，也是我们三谷开创性技术，有氨基酸和无患子水，即使每天洗头呢，也不会伤害我们的头皮和发丝，宝宝们可以安心使用。这种就是非常低摩擦低刺激。那大家也知道，每个人的头发都是非常宝贵的，而且我们很多女生啊，夏天头发洗多了，其实会有这个发质和发色受损的情况，但是不经常洗呢，头发油油的，又不像那个小，又有损我们小公主的形象。那我们这一款云朵洗发慕斯呢，就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像云一样的自由感。啊，丽老师，你觉得这款产品的味道闻起来怎么样？就是很香，就是很香，很香。你觉得是很清爽的味道？对，很夏天，很淡淡的。哦，淡淡的，没有那种弄的。不是特别浓，对对， 不刺鼻的，对，嗯，淡淡。好，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云朵洗发慕斯会有这样子的味道呢？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日常价呢，一瓶149元的云朵慕斯呢，现在点击我们的34号链接，在详情页领丽老师专属的50元优惠券，到手价99元，就能获得一瓶云朵慕斯以及我们的配套护发素，还可以加赠一瓶我们的沐浴慕斯中样，那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自行下单了。好，哎，李老师，我想看一下你用我们的洗发慕斯最后捏了一个，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你的作品？你猜？我猜这个是饭团吗？哎，是三角形的，那是什么？发夹？不是，是云朵。云朵？嗯，你这个答案真的就是怎么捏都可以说是云朵。那所以因为你捏它是云朵，是因为符合我们云朵慕斯这个名字，是不是？嗯。那丽老师既然呢把它捏成了云朵，那我们这款呢又是云朵慕斯嘛，那我们要不要再为我们的粉丝抽一波奖？嗯，首先可以可以可以。首先让我们丽老师先给我们的作品取个名字好不好？可以说自由云。自由云。自由云。嗯。贴合我们头皮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就用自由云作为我们这样这一次抽奖的口令好吗？嗯，可以。好，哇，哎，我看看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是觉得这个像什么形状，有人说像猫耳朵啊，猫耳，哇，很多人说像猫耳朵。来，也是。来，大家有听到我们那个丽老师给大家的口令吗？我们的口令呢就是自由云，是我们这一波的抽奖口令。好，我看到有很多粉丝在跟那个大家跟丽老师互动啊，有人说是猫耳，哎，大部分人都觉得像猫耳朵。来，我们把自由云这样子的评论刷起来啊。自由云，自由云，自由云。跟大家提示一下哦，有，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粉丝在表白，这个非常的感动，但是呢如果是表白的话呢是没有办法中奖的，所以还是要先刷一下我们的自由云，我们为大家送出5份云朵洗发慕斯。那再提醒一下大家，所有的粉丝今天在直播间购买过我们产品以及关注了我们三谷直播间的才可以参与哦。来，这时候呢请我们的丽老师为我们倒数三个数吧。好，3、2、1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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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恭喜我们的伊佐纳尼，恭喜我们的你的登登，恭喜我们的 SIGRIDRAN，恭喜我们的伊尼，恭喜我们的周糖果三三，恭喜这5位宝宝获得了这份充满仙气的云朵洗发慕斯。那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直播结束后呢，我们会将中奖名单同步到我们的客服人员，明天店铺微淘呢也会公布我们的中奖名单，中奖的宝宝一定要持续留意我们的店铺动态，明天找我们的客服人员兑奖就好了，换取这个夏天每天洗头都不伤头发还香香的这样的一份礼物吧。没有抽中的宝宝也没有关系，喜欢的可以自行下单。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价
99元的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好，来，谢谢。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课呢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呢就到了我们的课后自由活动时间了。因为我相信很多喜欢厉老师的这个粉丝朋友们一直在等着属于自己的专属礼物，那宝宝们呢在直播间举手让我们看见好不好，你们今天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看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大家实现这件事情。来，我们来跟粉丝朋友们互动一下，你们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最想收到我们什么样的礼物嘞？还在自由云就赶紧点关注我们三谷直播间，购买我们三谷的洗护产品好不好？来，大家想抽到的礼物是什么猫耳朵。来，没有中奖的朋友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在最后还有个8888元的大礼包等着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而且呢今天我们三谷呢也是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多了非常多的福利和非常优惠的价格，包括我们厉老师呢也是一直会陪着大家在线为大家送福利的。我喜欢送福利。你喜欢送福利，我喜欢收到福利，很爽，很爽，是不是？那我看一下，有好多人说希望想要厉老师的签名照。我要问一下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有准备厉老师的签名照，最后会送给大家的吗？是有的哦。那好的，那如果想要我们厉老师的签名照呢，就一定要这个坚持看到最后了。我们今天不仅有三谷的产品，而且还有我们厉老师的签名照，好不好？还有什么？还有人想要看厉老师自拍，有人想要厉老师唱歌，有想要看你洗头。哇，你粉丝的这个 你想看我洗头好像说的我想看你就洗给我看一样。你洗吗？你洗我就看呀。不洗是不是？你看还非要问我，非要点我一下这个。在这里不洗，在家里洗。在家回家给我洗。这太奇怪的一个互动了，这脑补好多。那今天呢所有粉丝提出来的一些建议呢，我希望厉老师有一天呢可以满足大家。现在很多人说希望可以看到厉老师直播洗头啊，厉老师自拍，厉老师发抖音啊，厉老师发什么什么多唱歌多跳舞。好，但今天呢我有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厉老师的签名照大家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是一定可以抽到的。而且我们今天三谷也为大家准备了超多的福利，尤其最后还有终极的8888元的大礼包等着大家。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要问一下啊，我们有几位，今天我们最后呢在截屏完整显示出来的，我会问一个，今天我们这样吧，我们说来就来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三谷的风格了。我们今天呢我会问一个和今天上课内容有关系的问题，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刷答案，好，厉老师负责倒数截屏，好，说出来我们挑四位我们说出正确答案的宝宝获得我们厉老师的厉老师洗头给你们看，获得我们厉好帅的一张照片。来，我们抽四位朋友，是不是看一下大家这个时候反应过来没有。哇，卡了，没关系，卡是正常的。有人说希望厉老师飞吻，想要看厉老师回家发自拍。回家发自拍是认真的吗？说到会做到吗？今天真的会不知道几点回家。我发现你现在就是套路我，每次都说可以啊，回去再说。那好，我们今天啊，我这里的问题大家要听好了啊，头皮自由的关键是什么？来，他们回答对吧？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给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一点提示，先看他们是能不能答对，是不是？对。头皮自由的关键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头皮自由关键是什么？有人答对吗？好，我来。怎么会有这么没有耐心的艺人？让大家答一下好不好？那好，你告诉你的粉丝朋友们嘛，因为这是你的签名照。头皮自由的关键是什么呢？是科学洗护，分区养护。是科学洗护，分区养护。
好，大家有猜答对吗？很明显没有，但是没有关系，贴心的厉老师呢已经把正确答案告诉大家了。科学洗护，分区养护。那我们在接下来呢会截屏抽奖，送出四张由我们三谷新生大使厉路修的亲笔签名照。大家评论区刷科学洗护分区养护，我们会截屏完整显示出来的四位正确答案的宝宝，今天在直播间购买过我们产品并且关注了我们直播间的宝宝都可以参与哦。来，谢谢。好，我先看一下现在有刷起来吗？嗯，来，科学洗护分区养护好吗？科学洗护分区养护，我们抽四位朋友来，我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评论区，刷一下。好，我们的评论已经刷起来了。来，辛苦厉老师，我们倒数三个数，然后我们抽四位朋友来。好好，三二一，那我敲了。好，有了。哇，这四位我们厉老师能够得到我们厉老师的亲笔签名照的是谁呢？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哼哼哈嘿，银石的小卷毛，帅气的小红花，还有小凡达八八八八八，恭喜！来，恭喜我们这四位朋友，我们中奖的粉丝呢，我们现在正在直播。那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将中奖名单啊同步到我们的客服人员。明天店铺微淘呢也会公布我们的中奖名单。中奖的宝宝一定要持续留意我们的店铺动态，明天找我们的客服人员兑奖。那其实没有中奖的宝宝也不要灰心，现在直播间呢购买我们三谷的产品才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终极福利大奖。所以我们现在要赶紧先买起来。啊，厉老师聊了这么久累不累？还好吗？不累。我们稍微放松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到我们这个课后自由活动时间，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好吗？什么游戏？好，那什么游戏？先跟我到我们这边的课后自由活动区。来，厉老师请坐请坐请坐。嗯，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叫杠桶。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辩论来的。就好像比如说我要问你问题，我就说厉路修，你今天洗头了吗？洗了。哎，你回答了。啊，对了，然后你现在要问我一个问题。你今天洗头了吗？哼，我从来不洗头，我只用我们三谷的发膜做保养。好，类似，你知道怎么玩了吗？好，就是我们互相问问题的时候就推过去，答完了问对方的时候再推回来。好，那厉老师你要不要先试一试？好，你自由吗？哼，我的名字就叫做自由。那我问你，你自由吗？自由从头开始。自由从头开始啊。你要问我问题了啊！发现这个其实很难操作。你的自由在哪里？我自由啊，我的自由在颜值，因为头皮自由，颜值才能自由。关注我们三谷科学洗护分区养护，保护你的第二张脸。那你觉得你最自由的地方在哪里？头，我的头发，因为三谷不光是发，卷发、染发，希望之后都能顺顺利的，每天都让我的头皮很自由啊。好，那我问你，你的自由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怎么会深奥成这样？因为你是哲学家吗？哼，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啊，其实自由是这样的，自由其实是一道选择题。就好像比如说我要穿我很喜欢的衣服，那我就不能吃所有我喜欢的食物。我想追求一个我很喜欢的人，那我可能势必就要放弃一些他无法接受的习惯。所以在我看来呢，自由是需要做取舍的。绝对的自由在我看来是没有价值的。自由之所以可贵，就在于过程的牺牲。而且其实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是非常矛盾的。像我们很多人追求这个精神自由，然后但是呢我们又非常的渴望爱情。对，我们很多人呢追求这个
财务自由，但是我们往往又会让自己变得庸庸碌碌。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就是矛盾的，我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其实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自我。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当中非常疲惫，那不是因为你没有追求到自由，是因为你把自己搞丢了。在我看来，追求自由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把自己搞丢，永远喜欢自己才是自由在我心中的真实奥义。那厉老师，你觉得你的自由哲学是什么嘞？我的自由就是放轻松，就是听心，就是多发现新的自己啊，放轻松，清醒，发现新的自己。所以做人一定要时刻的保持清醒嘛。那其实说到这里啊，有人说这个营业啊是自由的反义词，你觉得有绝对的自由吗？我觉得希望自己希望了就做到了，然后就是绝对自由。你觉得选中了就要一定要做到，所以才是绝对的自由。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三谷给大家传递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一样，因为其实我们对自己的头发有非常多的期待，因为我们都说发型基本上是决定一个人颜值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就好像我们自己也会对我们头发做很多的这个处理，可能我们会选择染发，我们会烫发，然后有的人喜欢留这个平头，但是呢长期的对头发做这样的处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头皮就会有像这个干燥啊，提前。我觉得 你的发型很特别。我的发型很特别、是吗？假发片来的。其实呢就是我们会做对自己的头发做很多的处理。我觉得你的头发是也很特别，你的头发是怎么做的？我的发型老师做的，非常的实在，谁不是？对，那在我们对自己的头发做出这么多处理了之后呢，会发现头发变得非常的毛躁，因为头发一毛躁或者头皮发油或者掉头发，会让整个人的精气神看上去非常的糟糕。那今天我们三谷呢就非常适合大家做选择，因为像我刚刚有提到我们三谷的这个海藻磨砂膏，首先一个呢它就是非常细腻的成分，就好像给我们的脸做角质清洁一样，帮我们清除我们头皮的一些垃圾。那第二个呢，就像我们三谷的424的这样的洗发水，也是一个科学的配比，帮大家护理我们的头发，不管你的头发是烫发、染发等等，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帮大家解决到。最后呢，再像使用面膜一样，使用我们三谷的发膜。三谷的发膜呢，就好像面膜一样，给大家最服帖、最好的这样子一种保护。基本上我非常喜欢三谷的一个概念，就好像厉老师刚刚有告诉我们，就是分区养护啊。所以我希望呢，所有在乎头发的朋友都可以选择我们的三谷，因为不管是美还是自由，都让我们从头开始。那厉老师在这里我要问你了啊，你觉得我们俩谁更自由？等等，我更自由。啊？我更自由。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就是喜欢放狠话。但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你的粉丝更自由，因为我觉得你的粉丝都是非常有个性的这样的一群朋友。所以那厉老师我想问一下，你的粉丝啊，对于你和三谷合作自由三部曲啊，也有一些自己的自由随想，因为我们三谷呢非常的有心，把粉丝啊这些关于自由的理解和表达一起送上了我们上海环球港双子塔。不知道厉老师有没有看到，那其实我们可以现场呢给大家念一下厉老师的粉丝朋友们为他准备的一些关于自由的自己的一些想法。自由是追寻热爱，不被定义，勇往直前，想不买就不买。哇哦，所以非常 好，这个态度你觉得是非常好的，是不是？不愧是你的粉丝。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粉丝？对，我觉得他们比我更自由，比你更自由。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们彼此相互吸引、彼此喜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所有的粉丝们听到了吗？厉老师在对你们表白了。那我想问一下厉老师啊，你觉得我们俩刚刚这个小游戏给你什么样的感觉？让人头秃。什么？让人人头秃？让人头秃。对，让人头秃。没有关系，如果头秃了，你是三谷的这个新生大使，我们再继续使用我们三谷的产品就好了。
那接下来呢，丽丽老师说啊，让人头秃要怎么样解决我们头秃的问题呢？那就不得不夸一下我们三谷的这一款防脱洗发水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持证防脱，有权威认证啊，实验证实是12周显效防脱。好，给你。好，来，今天我们直播间呢，日常价呢是1瓶169元，今天打开详情页，领丽老师直播专属20元优惠券，到手价149元就能获得2瓶420毫升的防脱洗发水，还加赠1瓶180毫升的防脱洗发水中样，所以有需要的宝宝们要赶紧下单了。丽老师，你要不要来2瓶？我的头皮已经很健康，所以暂时不需要，但是我的粉丝需要，我觉得可以送他们。哦，你要送你的粉丝几瓶啊？对对对，是不是？那我们大方一点，我们今天送几瓶嘞？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截屏抽奖，我们送5份，好不好？好，好，可以，可以。我们送5份我们的防脱洗发水，只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并且今天在直播间购买过我们三谷家产品的粉丝都可以参与。大家在评论区刷盖楼专用，我们将抽取5位粉丝，记得赶快评论盖楼专用。那如果没有抽中的粉丝，你们也可以自行购买，因为今天都非常的超值。那盖楼专用，为什么说盖楼专用非常适合我们三谷的防脱洗发水？因为盖楼专用可能就是要面临一些熬夜，那很多人就是因为睡得不健康啊。对，我记得我的粉丝经常熬夜。所以会就是玩手机，玩手机就是刷一些 APP，看你的视频，是不是？所以非常贴心哦，因为知道你们经常熬夜，所以提前为你们准备好我们三谷的防脱洗发水，又叫我们的盖楼专用洗发水，好不好？那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评论区呢就要刷我们的盖楼专用了，哇哦！我觉得现在呢，大家在我们这个直播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已经掌握到我们这个刷评论抢奖品的这样的真谛了，好不好？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已经刷起了盖楼专用，我们这一轮呢是抽5位朋友送出我们的三谷防脱洗发水。来，很多人说你也在熬夜，呵呵，来，对，我们抽3位吧，哦，5位，来，我们3、2、1好吗？好。我们的关键的词是，啊，好，可以，3、2、1，好，有了，让我来看看，哇哦，我真实的很怕每次抽奖遇到名字起很长的朋友，我觉得取一个名字真的花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但是大家就是不愿意这样做，恭喜。FHDJWHDB233333333 啊，恭喜我们的，好，我没有文化，一会儿大家自己看着来，这两个字我不认识。恭喜我们的水牛不在意，恭喜我们的 TB26418575715，这是4位朋友，所以我们要再抽一位，好不好？麻烦李老师，我们再来个321，来，好。3、2、1，Mabel，你中文好好哦，这是英文，哦，这是英文，你看 ，Mabel，马贝勒吗？来 ，M A B E I L E。恭喜这5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盖楼专用我们的三谷防脱洗发水。那我们现在正在直播，那直播结束后呢，我们会将中奖名单同步到我们的客服人员，明天我们的店铺微淘也会公布中奖名单，中奖的粉丝一定要持续留意我们的店铺动态，明天找我们的客服人员兑奖就好了。那没中奖的粉丝也不要灰心，赶紧入手我们三谷家的产品，因为接下来大家还记得吗，8888元的终极福利大奖马上就要来了。我现在要跟我们的导演确认一下，因为我刚才看到好像今天是有加持是吗？所有的导演朋友，我们加持5份什么产品？我们现场抽5个礼盒啊，只是礼盒吗？丽露修老师签名的5份礼盒，这个真的是我们加的，好不好？我们的台本里是没有的，我现在的提字器完全没有写这个
这个内容。所以来，我们抽五份。啊，你抽我填。我要说什么？对，你抽我填。我都说了这是加的，所以现在提字器一片空白，我只能看着你写。我觉得其实可以这样，因为我以前搞过一个什么事情呢？什么是最好的祝福呢？不是签名，而是在上面再加个兔，就你自己写你的名字，然后我在下面落款我的签名。哇 ，Lily，Lily 是你的小名吗？不是，不是，就是粉丝的昵称是吗？我的粉丝叫我 Lily。哎，来给我。所以大家有看到丽老师每个还有自己的私人定制，上面还有一个嗨和一个笑脸，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造假的了，好不好？就真实的是丽老师签的了。我们是现在抽吗？还是我们自己内部消化一下？我看现场工作人员也很多想要的嘞。来，我们抽五份，我们要不要想一个口令啊？嗯，好，那丽老师在签名的时候再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三谷的产品了，因为我们三谷呢，今天我们主打的就是这个科学洗护啊，然后把我们的头皮当成像我们的脸一样去护理，而且刚才有讲到，我们的头皮是比我们的脸更容易衰老和出油的，嗯，很贴心哎，丽老师。好，现在呢，我们五份丽老师亲笔签名的礼盒呢已经签好了，丽老师最后一个啊。因为我们真的是临时加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呢，现在你给大家想一个口令，好不好？就是大家要在评论。我记得最好的口令是“自由从头开始”。自由从头开始，好不好？那今天就让大家实现利路修自由，不仅可以收到丽老师的签名，同时呢，还可以收到丽老师和这个合作的我们三谷的洗护产品了。自由从头开始，所有丽老师的粉丝朋友们，想要得到丽老师签名礼盒的朋友们，赶紧刷起我们的评论吧。嗯，来，很多人都说我也想要，我也想要。你刷，你打这几个字的时候啊，这个自由从头开始都已经打好了，好不好？你也想要，就赶紧关注我们三谷的直播间，还有购买我们的产品，你就有可能得得到。来，刷起来，刷起来！我们的评论啊，丽老师说的是自由从头开始，我们抽五位，对吧？五位粉丝，好吗？好，自由从头开始。好，朋友们已经刷起来了，来，请我们的丽老师为我们倒数三二一吧。好，三二一。好，看看今天哪些朋友实现了利路修自由呢？来，我们恭喜玉苏，恭喜七个旗五二一。下个人我真的不想恭喜他。恭喜 TBNICK 下滑线 NZJD5。恭喜这几个了，一二三。恭喜林嘉玲666。恭喜齐雅宇。来，恭喜我们这五位朋友，你们今天实现了不仅是头皮自由，也是利路修自由。你们可以得到我们丽老师亲笔签名，而且在我看来是私人定制的我们三谷的自由礼盒，好不好？恭喜所有中奖的粉丝，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将中奖名单同步到我们的客服人员，明天呢，店铺微淘也会公布我们的中奖名单，中奖的粉丝一定要持续留意我们的店铺动态，明天找我们的客服人员领奖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和丽老师一起上的这个头皮自由课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也总结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课程和心得，相信各位这个粉丝朋友们在学习并且认识到我们头皮科学养护的重要性，同时呢也更加了解我们的三谷科学洗护分区养护，保护你的第二张脸，实现头皮自由的品牌概念。那我也很高兴能够和我们的三谷头部明星研究员丽老师探讨一些有关于头皮自由相关的话题，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早日实现我们的头皮自由。只有头皮自由了，颜值才能自由，颜值自由了，我们内心才能够自由。那丽老师呢马上就要休息了，那在丽老师走之前呢，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说的呢？每天洗头用三谷，每天洗头用三谷，自由从头开始，自由从头开始，下次见。
下次见，下次什么时候？你把时间说好。你的粉丝都说你总是我在微博会哦，你在微博上会告诉大家下次什么时候见。所以粉丝朋友们，你们有听到吗？厉老师在给你们送祝福了。然后他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承诺，一定要逼着他赶紧兑现哦。那今天大家都有认真听讲，那最后我们再给大家发一波宠粉红包，好，福利作为我们这堂课的 ending 吧，做一个开心的结束。那厉老师，让我们一起来给粉丝在下一场红包雨，我们一起来倒数，好不好？好。嗯，三、二、一，下雨喽！呜，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所以我们的宠粉红包已经发了，那大家要赶紧领取了。也非常感谢厉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头皮自由课，辛苦辛苦。那厉老师呢，就放你先去休息了，好不好？嗯，好，来，有机会再见。晚安，晚安。好的，好的，好的。